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啊，你可以加点绿花菜啊等等的，对对对，都是可以接受。来，黄医师，这宇文真的是从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善孝真宗，突然之间哎，然后又跳出来的感觉哦，感觉这个大家都口碑不错，对对，我觉得不错。那我们还是以一般的评分的标准来看。 蛋白质绝对是有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它这个唯目前唯一有的乳制品，对不对？cheese等于牛奶，战胜一筹哈。那锌一定有，对不对？铁质哎也是有，像我们刚刚的鲑鱼里面，维生素 A，没有。其实应该是有，但是这两个食物，就鲑鱼跟我们的番茄都不是有名的维生素A高的，但是有啦。OK，这样子我们三角形，没有你打三角形好了，我看最后一个是怎么样，我再决定。大跟小星星好了，就是算是有这样的，好不好？ 是不是今天没第一老公会打你跪？会哦。好啦，要给你啦，让给你。那刚才他的鱼大家都赞不绝口，而且又加上新鲜两个字，谢谢。好，OK。哎呦，那这几乎圈每一样都进步有很多。谢谢。目前可能看好度最高的是宇文哦。有可能哦。围棋还没出马，不行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压头来了。对。这个很重要，我跟你讲。好料哎！这好刺激耶！ 好大，跟这个要去打死大家啦！而且你穿越跟贵妇一样，在那边做，感觉后面就是有佣人跟司机啊。你说有佣人跟司机，是是是，夫人，您真的料理完，我先去备车哦，待会马上看下一个地点。那需要什么帮忙的话，尽管说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是特别准备，因为看前面都这么厉害，我当然也要很厉害。好料就搬出来。对啊，我一定要这样子啊。料理名称叫什么？对啊，叫做青酱海鲜面。但是除了这些以外，有一个。 秘密武器，哎呦，这么快要出来了，是？对，在这边，这个是什么呢？秘密武器，禽鸟。松子啊，松子。对，因为松子它是补脑肾脾灵有补氨酸，可以促进脑部细胞代谢，然后促进大脑机能。其实青酱外面买得到现成的，有有有。如果自己会做的话，会更好，一定会比较好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在外面的青酱，其实你也不知道里面的东西好不好，然后自己做还是比较。 安心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大概是加两颗的，两颗大蒜，我来请。然后一点点盐巴，不要太多啦，我想一点点。其实真的做给小孩吃，所有东西那个调味的一点点就好了，对。然后胡椒，胡椒也一点点。对，因为这个胡椒就要看你的小孩，像我女儿一吃到一点点胡椒就不辣，真的，她会抓嘴那个。对对对，那个叫什么？小孩子有时候九层塔会不会味道也很重？ 就要你看整个做下来，对，青酱其实本身的味道就比较重，所以要加酱也不要太多，这橄榄油，然后再加一点橄榄油，然后因为哦，然后我们最重要的松子来了，补脑圣品，真的一小碗直接下，对，但是大气，但你那个松子有先处理过吗？ 松子有香了以后，对不对？那你那边还有一个一小碗就是柠檬汁，是不是？这个为什么要加柠檬汁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打完以后很容易会发痒化，对对对，会氧化，所以加一点点。厉害！哎呦，哎，我觉得在家里如果真的有时间做很漂亮的菜，哦，那很棒。没有，就是有人帮他带小孩，他才时间来做。也不一定。 因为有的时候你下雨前，我们小时候小孩在睡觉的时候，妈妈就开始替他们做饼干啊，或什么的。我无法，小孩睡觉我就要睡着。对啊。接下来你这个洋葱丁是要怎么样？好，就是我要让它炒变香气拉出来，对，那甜度，而且洋葱一定要炒过才会甜。对，然后让它有一点变金黄色。啊，那你洋葱是要整碗下还是这样就够了？ 嗯，其实我觉得这样差不多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可以全下，那个甜度很好。今天来说新世纪的话，他们自己也懂这个。越懂越懂。你平常是会做饭？平常我跟 Madam 感情很好。老爷不在的时候吗？因为我觉得洋葱它多吃对身体是不错。对，洋葱是好东西，我也很喜欢，就是不管是粥啊或者什么里面都要加洋葱，或是蒜姜也是好东西。对，蛤蟆。 哇，这个好，这很大手笔耶，不得了！还有啊，啊有虾子，小孩子可以吃这么多海鲜吗？ OK OK OK， 哦哦哦哦。
真的是让小孩子长高变聪明，还是让大人？没有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海鲜里面有锌，锌是，这老师这个对，这个就内行了。医生说锌是好东西，绝对是好东西。对啊，那你的面试我特别选，而且已经先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也是我的秘密武器。因为我的儿子很爱车子，所以呢，对我一定面就是会买一些那个车子的形状，有飞机啊什么的，这样子他吃的时候会很开心。对，就是有一点片小孩子吃东西，因为我觉得面它很难吃，一条它就不用剪了这个。真的很香，有那个海鲜的味道，这个闻一下肚子真的是饿起来。夫人，你们家还有缺虾仁吗？哦，没有了。哎，我们不会离开哦。对，就不用剪了这个。哦，真的很香。有那个海鲜的味道，所以呢，对我一定面就是会买一些那个车子的形状，有飞机啊什么的，这样子它吃的时候会很开心。对，对啊，就是有一点片小孩子吃东西，因为我觉得面它很难吃，一条它就不用剪了。哎，我们不会离开哦。对，先把蛤蜊全部捞出来以后，因为其他东西我觉得还要再煮一下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放进去。再煮一下哦，面应该已经面，对，面已经熟了，面有先烫过了，但可以让它吸那个酱汁。对，然后再加一点高汤，高汤哇，这样子就更有味道。哇，现在变成我担
哇，好厉害，好漂亮啊！这个份在外面不晓得怎么卖，我的天哪，这个480，尤其是 Mike Madden 做的，这个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而且还加松子哎。等一下哦，还没哦，还没。对，最后还要加，不是，对，还有秘密武器，还有什么？最后还要再加。